Hello， 欢迎收睇阿舒伯 TV。今集我哋会介绍一间位于日本桥附近可以赏樱花嘅咖啡店。如果中意呢条片，记得俾个 like、subscribe 我哋 channel 同埋 follow 埋我哋个 IG 啊！今集想介绍嘅樱花街同埋咖啡店位于日本桥嘅三月前站 A 6出口附近。出站之后经过神社就会见到嗰条街同埋咖啡店。咖啡店分为两层，门口嘅位置同埋二楼近窗嘅位置都系最佳嘅打卡位。呢间咖啡店嚟自澳洲，主打 flat white 同埋批。我哋一齐上二楼望下，二楼近窗嘅位置可以望住樱花嚟食早餐。我哋嗌咗 BLT 三文治同埋火腿芝士三文治。三文治嘅面包都系超级松软啊！另外亦都叫做 latte， 咖啡嘅味道会偏 nutty。咖啡店位处嘅街道两旁种满咗樱花，饮完咖啡之后可以沿住街道度慢行，慢慢去欣赏樱花。今集嚟到呢度，我哋之后会分享更加多日本嘅旅游资讯。如果中意呢条片，记得俾个 like、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 同埋 follow 埋我哋个 IG 啊！